无常，他是你的人，你觉得他该死吗？他不该死，他不该死。谷主心怒，谷主息怒，现在鬼谷正值用人之际，放谷主。哎哎，你说的对，鬼谷正值用人之际。江湖中那么多蝎子、王八、杂鱼、烂虾，本座也想用，可是我是鬼谷谷主啊，唯有鬼才能为我所用，不是吗？黑无常。 谷主说的对，黑无常，本座无缘无故便把你的好兄弟送去做了鬼，你心里可有怨恨呢？谷主杀得好，无趣。来吧。 咱们暂且来论你的功。无常鬼，抛尸岳阳城的计策，可是你想的？是。可有他人协助啊？属下也是安排下边人去办的，具体什么情况，我也想不太清楚了，应该。 没有外人协助，你派谁操办此事啊？白无常，<笑>安排的好，无常鬼，你安排的太好了。<笑>白无常办事不力，死有余辜啊。 谷主，替属下清理门户。杀得好啊！杀得好！那泰山派掌门又是被何人所杀呀？开心鬼，他的脸上可是留着你的记号。 谷主，不是我，这是有人栽赃。如果是我老开心做的，我绝对不会不认的。很好笑吗？谷主，我这身上老毛病，这内心出岔，不像说不出话。 <笑>是很好笑，看你们吓破胆的样子，自然是好笑，不过也就好笑那么片刻，得找点别的乐子了。过两天，便是正道狗的群狗大会，来来来，畅所欲言，我们得想个刁钻的法子。 让五湖盟幸存的那三头老狗的面子摔个稀碎，拼都拼不起来，那才叫好笑呢。<笑>